我最想知道，今天是正红的生日。哦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了这个，我看到。哎，这个好，哎，来，我在减肥，那我也是在减肥，我在减肥。它这个是第二量，零酒精，来，快写下来。零点零。金牌 free 0.0，所以它其实是没有酒精的。对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对对对，谁是你聚会的好伙伴？金牌 free 的没有错，要骑车什么都可以吗？哎，你开车吗？对，过敏。这没有酒精啊，这个没有酒精，在强调它是没有酒精的，它有味道，醉味道。假装喝很醉，要跟歌手睡。你们喝一下就会有那个感觉。我们敬寿星，祝你生日生日快乐！它是金牌 free 啤酒风味饮料，它是饮料，它是饮品，它不是酒。好，等一下，太详细了。当我们工作辛劳的时候，在一个小周末，我们需要喝一点什么？我们就是需要一个无酒精。你在酒测的时候呢，它却是零，它是零啊，它是零啊。骑车坐，警察。哇！哇！啤酒精，没酒精啊。一般的啤酒一样，大师约了他才四十大考。大考，他才四大考。确认过眼神。我还以为是四十当水喝哎，他有3.3分，所以他是13点多大考。你跟茶叶蛋，什么意思？Several song-filled hours later， 它的热量比一般的饮料的热量还要少，一份是四大卡，一瓶有3份，所以应该4×3.3，算一下吧，算一下。对啊，你是去哪里买的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在所有的 Seven 都买得到，所有，所以它其实很方便，你只要一进 Seven， 你就可以买一箱走。太方便了，所以等下就去 Seven 买一箱。没问题 ，Seven 买起来。推荐你们，推荐金牌飞0.0无酒精，赞！请两位老师帮我们先宣布总冠军，他的分数。好，现在要公布的是《森林之王》第二季第一名，分数是93.80分。战准备开始了，布丁之战开赌喽！我现在聊你，那我的红茶拿铁呢？这东西，可以拆开吗？不行，为什么要大家都是一台啊？可是我们找他们下的啊，我跳的太好了，然后他跳你，对啊，我三个可以这样分开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布丁又大又圆，你那个比较贵哎。好，我的心从一开始就是直接给，因为我身为创作组，要请自己创作组的。一起好，来，现在赌创作组的，请起立。好，好，我有了，放下去，起来，我想摆起来，好，集气，集气，冠军摆摆不懂，冠军你懂什么？这不是某种罐头吗？我一开始赌的是歌唱组，因为我去年是歌唱组的，后来改了，为什么？改啊！我没改，我还是歌唱组。歌唱组的，请起立。来，没有错。放下，放下。记好了，不然我们气势好弱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我们来，慢慢叠，不要让他没有出来的机会。来，五妹组的学长姐。OK。我从一开始，我的心就是在五妹的。我一开始就预测五妹组了嘛，就是我觉得新的一季新的气象，然后所以，我开玩笑的啦，我知道有艾薇跟艾文啦，艾薇我猜艾文会得冠军吧，嗯，好，艾薇加油，如果艾文也可以啦，为什么会被你们害死？我自备了一个超好吃的布丁，然后就放下在这边舞台魅力最强。我们会开始谁放？谁放？放好就这样。
恭喜艾薇，恭喜我们艾薇是我们的电竞森林之王总冠军。好，恭喜五五妹组的学长姐们可以收下全部的，谢谢学长姐。参赛者，不好意思。都你的？没有，都是我的，真的都是我的，这都是我的。这都是我的，你要给你一个大的吗？等一下，这个袋子是怎么回事？两个大的。郑可强真的是有备而来。干嘛？他就是觉得他今天会赢。哎，我刚才说分给大家吃，结果你现在直接拿袋子装满了。看到郑可强的真面目。在录哈，我要做效果哈。你看起来有废话。